27号，林丹、谢杏芳夫妇合体出席某活动。照片中，林丹身穿一身笔挺西装，谢杏芳则身穿碎花长裙，身材高挑，妆容精致，状态相当好。在与友人合照时，林丹、谢杏芳还互相搂着对方的腰，关系看上去依然十分亲密。此前，因为林丹婚内出轨，谢杏芳选择原谅一事后，两人的婚姻一直备受外界关注。此次合体亮相后，也算是证明感情没散了。芒果拉新闻，希望两人好好过日子吧，不倒。